嗱，依啲就係嗰啲筆墨嘅語言。咁我再畫黑色，係唔同佢混淆咧，就已經冇用，就會混淆啦。嗱，咁依度用翻曬佢依一個個，用翻曬佢原來一個，咁樣好似一次畫咁樣。鏡係咪？我係咁畫咗，我都唔知道邊頭係天，邊頭係地，啊，一畫紅咗佢，啊呢度有一個咁樣，有一條咁線，咁你當呢個係咩？我又唔識講，啊，我又唔想講，啊，咁你哋咪睇咯，咁樣，咁呢度咪算啦，啊。因為不知道它是哪裡頭哪裡尾，你說怎麼寫字呢？請教下你們咯，變成是不是哪裡是頭啊，哪裡是尾啊，請教下你們，這裡頭，這裡頭好一點，是不是這裡好一點，是不是好的，我一會看一下，好啊，大家呢有什麼意見？因為是我們民主，很民主的票多，我知道，要不直覺，直覺說票多的，那沒人